哎，小马啊，咱俩要个孩子吧？不是，谁家孩子养那么大会给你啊？哎呀，我的意思是咱俩一起要个孩子。咱俩一起，人家不会给呀、啊，我没那么大面子呀。哎呀，你意思是咱俩一起呼呼要个孩子啊？我就没听说过呼呼还能要孩子，你没事吧？哎、行了，不要了行不行啊？这孩子要了也是个智障。啊？这怎么还生气了呢？哎，老板，那个经理，我来了。不用看我，马经理找你有事儿。那个经理还敢来是吧？小马，你来公司3年了，不是迟到就早退，要不上班的玩游戏、追剧、撩妹，这都是你干的活。哼，整个公司被你整得一团糟。你说吧，我和老板一致约定，开除了。不是经理，咱们有话好好说不行吗？毕竟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你给我来这套是吧？以后公司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不是经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工作啊。不是那个老婆，你看经理啊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不是老板，我们一定要这么多年。哎呀，今天这个妆化的真好，越来越喜欢自己。哎，老板，我也发现了，你今天这个妆化的真好，而且我发现咱们有一个共同的喜好。难道说你也喜欢我？没有啊，老板，我说的是我也喜欢化妆。我操！走吧，跟我去楼上去办一下离职，我们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。